Iti yaho ila ay kuyachita nangay awama. Iti ni ikaawaan hono hakar pakipuorong akapahno lemat ningala. Masanganto ila kuna hakar, pavaria ila kuna hakar, to uli, itzar, sarikat, atoka hirakira no hakar, haro o kitapta, to o misangaan niya. Mansaka po tukus o alo, krimus, kirang, fali, fudlawan, sera, mara maritanga ito ita. O ayam, o aadovan, futin, fao, mara sarikakato ita. Una sa palamas, ipipararayan nila a madimokos o kalalutsulutsuka ita a tahaga o pahawas hananay ita a pangangan itangaan.几个月了，安全带还没有绑好，你现在算两个人呢，哦，要注意安全。啊，是男生还是女生？你生好啦，我有两个孙，你好可爱，好可爱哦。我每天呢，我工作再忙回去看到他们，我都觉得啊，忘记问你，你要去哪里？没有搞样。 Nani liyalaya kawas laka， 知道我为何来找你吗？因为嘎嘎拉亚要收回对这里所有的祝福，要所有的嘎瓦斯在最后一场陨落下之前离开这里。但我在时光倒影里看到，你并不打算遵守嘎嘎拉亚的安排。不是这样，我没有违背嘎嘎拉亚的意思。 我不走，只有还有两个孙女要照顾。他们不是你的孙女。我知道，可是他们对我研究跟亲孙女一样重要，我不可以放下他们一个人离开这里。你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都不在他的安排里。
你是哥哥了呀，在人世间的代行者，求求你帮我去求哥哥了呀，让我带我两个孙女一起回到比罗盖亚。除了高瓦斯之外，没有人可以到比罗盖亚。那如果不能带他们走，请你帮我求哥哥了呀，让我留在这里照顾他们，让我可以留下来，让我继续守护他们。别说，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主啊，主啊，爸爸的马森，伊拉古尼亚纳哈卡。这也是他要我们离开这里的原因。当城市变成沙漠，当冰河不再冰冻，大雨落在沉默，就觉得心来不及伤痛，穿破不甘的温柔，握住眼泪的滂沱。当我回头，爱已散落，在最后一秒钟，来不及说出口，遗憾怎么罢休？已破碎的沙漏，再多思念无用，关爱都磅礴，都化为情绪都赤裸，承认我的懦弱，何必假装很洒脱，何必回忆又沉重，只想对你说，没说出口承诺，在最后一秒钟。A calau lau cu falauto, ma palamas tuni cacalaian pita. Maka kirimus kita.
อาหุยช่วยปะไนอะไร天地，谢天地，不要怕，这只是一场梦而已。非常的稳定，艳阳高照，紫外线指数也是。
断掉了。阵雨的发生了，所以呢，前往山区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安全了。那至于东部地区来说呢，原本受到封面的影响啊，预计会有下大雨的机会。不过目前看起来呢，这道封面是朝着太平洋方向来移动前进了。哇，你这么厉害啊！我都已经做好会下雨的心理准备了，没想到你还是把天气变晴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天谢地。色包包 check， 格纹上衣 check， 我的本日心意小物 check， 圆形耳环，圆形耳环，哎，你没有戴圆形耳环，我是有一个圆形耳环啊，看要不要借你啦。哎，不是属鸡吗？你看它上面写属鸡的女生今天的幸运色是绿色，你今天刚好就穿绿色，真的哎，那我今天一定会很幸运。check， 上班啦。上杉莉子様、はい、葉山みなみ様、はい、雨宮舞子様、はい、OK、全員到齐了。天妮姐，你忘记我们还有一个迟到大王。おはよ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ウィハン様。喂，江天天，我跟你说，我昨天啊在酒吧遇到一个超帅，谁要跟你聊天的护照给我啦。好啦，急什么急啊？啊，不就在这？怎样？我好像放在酒吧。真的假的？去拿。现在。废话。那你要等我，我可以干嘛？等我。こちらです。どうぞ。你怎么来这里？我是来拿梳子的。这一次又是谁出了问题啊？掌管珊瑚的老高。难怪他没有出现在我们撤离的名单上，所以他现在归你处理。我在时光倒影里看到他想要留在这个世界，所以已经把他送来英国矫正司让你们处理了。我现在要去处理他另外两个孙女的记忆，把梳子给我吧。老规矩，先把申请表填一填吧。不需要这么麻烦吧？整个英国矫正司又不是只有一把梳子，你们随便找个外勤调一把给我不就完了吗？ Oh my god， 老杨，你刚刚说什么？随便？随便这个词可以出现在我们英国矫正司里吗？来，你看，这些全部都是人类跟嘎瓦斯记忆连接的因果记录。只要嘎瓦斯出现在人类的记忆里面，我们英国矫正师就会多出一笔资料。最讨厌的是，人类的记忆会像病毒一样扩散。你刚刚说你想处理饶告他孙女的记忆，那他同学的记忆是不是也要一起处理？还有他学校老师、跟他的亲戚和邻居呢？皆様、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私が今回の旅行のガイドをします。山峰旅行者の謝天地と申します。アボさんです。ウィハンさんです。私はウィハンです。何か手伝ってほしいことがあれば遠慮なく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はい。
皆さん準備はいいですか？はい。じゃあ素敵な旅スタート。写怎么样了？我看看。陈爱婷跟陈爱玉是老高的孙女，所以优先处理。再来是幼稚园的老师，还有住在楼上的邻居。好啦，你要不要想看，还有什么关系人是没有列举到的？还有一个。谁？谢天地。我在时光倒影里看到，他跟这件事情也有关。その土地ごとの文化の中では、彼らは持ちを持たず。すべての文学が受け継がれてきました。それは物語を語るどういう方法で、口から耳へどういう意味で、次の世代へ移り変わってきました。しかし、人それぞれ物語を語る方法が違うため、同じ民族であっても集落が違えば、彼らにとっては視覚にと同じなんです。すみません。さっき違うって言ってたんですけど、例えばどんな違いがあるんですか？例えば、唐辛子というものがありますよね。違う集落ごとに何種類もの呼び方があるんです。しかし、唯一同じもので、集落か鹿でも、どの地帯であっても、名前と由来が違わないものがあるんです。それはガワスです。カワス？カワスって何ですか？ガワスとは彼らの信号ですね。信号なんだ。彼らの中ではガワスは一種の祝福でもあるし、プレゼントでもあったり、私たちが見えているすべてのもので、それは大自然が私たち人類に与えてくれたプレゼントみたいなものなんです。へえ、すごいね。はい、今から自由時間です。イエーイ。1時間後に集合してください。はい。カメラさん、カメラさん、你帮我们拍照。对对对对。哎，威涵，我刚刚经过个地方啊，我来不及拜，我心里觉得不太好意思。不然趁现在客人自由时间，我们赶快去拜一下，你陪我好不好？你已经连带三天团，又讲了一整个早上的故事，你都不会累吗？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亢奋？我不是亢奋，我是觉得。很感谢。感谢什么啦？昨天我不是在担心大雨特报吗？结果今天早上看气象的时候，封面就突然转移了，不下雨了。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因为封面转移的关系啊。那封面为什么会转移啊？那是因为昨天晚上我挂上了晴天娃娃。那时候我听到有大雨特报，我就觉得哦，完蛋了，客人心里一定会很失望。结果我回到房间后，我发现我有带我的晴天娃娃。哎，重点是哦，我出门前整理行李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带晴天娃娃哦。当下我就心想，这真的是谢天谢地。干嘛学我说话？谢天地，打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你就一直把这句话挂嘴边，整天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是怎样？怕别人不知道你叫谢天地是不是？哎，すみません、アメミヤさん見ました？アメミヤさんは一緒ではなかったですか？まだ戻ってきてないんですか？どうしよう、いなくなるはずないのに。え？は？
法力，建议之书申请资料整理好了，你过目一下。应该是没问题了。那梳子可以给我了吧？按照我们英国矫正司的 SOP， 我也请其他同事逐一的审核。如果真的没有问题，我就会把梳子交给你。我是刚刚那样在人世间的代行者，所有的时光倒影都是他让我看见的。所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比你还清楚。你在担心什么？我是不可能会出错的。不可能会出错。那五年前发生的那些事又算什么？是不是迷路啊？我们没有迷路，你光靠眼睛是找不到真正的路，你呀，要靠这里。要怎么用这里找路啊？来，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把手放在这里。嘎啦尼嘎啦尼嘎啦尼嘟，哈瓦东亚古吉苏，嘎啦尼嘎啦尼嘟，哈瓦东亚古吉苏。你让山里的嘎瓦斯听到你的声音，嘎瓦斯就会告诉你真正的路在哪里。嘎啦尼嘎啦尼嘎啦尼嘟。海马等夜啊不结束，嘎啦咪嘎啦咪嘎啦咪嘟，海马能能啊不结束，嘎啦咪嘎啦咪嘎啦咪嘟，乌达鲁索杜努哈蒂尼，卡萨达祖伊亚亚。くださいね。見つかったよ、見つかったよ。皆さん、見つかったよ。ここにいます。どこ？ここです。ここです。リカさん。あ、ダメだ。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見ついちゃった？ごめんね。こちらかもしれない。你在看什么？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很感谢，谢谢老天帮我们找到阿妹米亚桑。真的，
好险好险，気をつけて。阿布，可以哈，小心哦。Go go。谢他干嘛？那是要谢我才对吧？请帮我确认一下。好，可以了，谢谢。Hello， 萨瓦斯，辛苦了。法力，你刚刚不是才见过他而已吗？很快就放你出来。天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人有没有可能上网去写一些负评？如果他真是写负评的话，啊，天哪，我不敢想象。如果是客人都不敢来的话，又是日本客人，啊啊，不要骂我，不要骂我，哦，不要骂我，我不听，我不听，我没办法承受这样，我没办法，快点，轻松，深呼吸。你不要担心。客人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很感谢，因为我不到半小时我就找到他们啦。这么快？对啊。哎呦，谢天谢地啊！哎呦，谢天地，你的存在真是太重要了。那你怎么找到他的？其实也不算是我找到他的，是他帮我找到他的。又是他？就是他。张飞，你知道吗？那天我突然想起我阿妈小时候教我唱的一首歌，我阿妈说唱那首歌的时候就会有神来帮忙，于是我就轻轻唱了几句之后，就找到他了。嗯哼，真的假的啊？当然是真的啊！你不觉得
我不到半小时我就找到阿妹咪桑，很厉害，很神奇吗？嗯，来，你，我们家天地什么都好，就是这个。阿布呢？你觉得呢？我去整一下照片。乔芬姐，哎，找到就好，找到就好，没事了，没事，放心了。哦，没有复评，没有复评，耶耶耶。等一下，如果天地跟你说什么，嗯，听听就好，不要相信。OK。可是他，哎，你，嗯，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情跟你讲。去。我跟你讲，不要管他们。我从小到大已经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这样大大小小的奇迹了。小奇迹？你看这是什么？手臂，对，非常光滑的一个手臂。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上家政课，有一个强妹拿着一大盆热油经过我旁边，边走边聊天，啪的一下就倒在我手臂上，当时很痛很痛啊，像火烧起来一样，一大片好红哦。怎么办啊？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上课了，去看医生啊！”结果我在公车站等公车要去医院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好像没那么痛了，我就把我的皮肤带拿起来。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怎么了 ？Magic， 整个伤口都不见了。Hello， 好，剪完了没？剪完了。嗯，好，找到了就好，回去工作，快。要相信。厉害。喂，我刚刚有点忙，我现在马上出发，一下就到。好，谢谢哦，拜拜。吴雅，哎，我忘记我约人要去林口看房子。林口，你那个结团报告，你赶快写一写，拿给我。啊，哎，看房子？你为什么要看房子啊？哎，我在等。哎，不是啊，你看房子的话，那我怎么办啊？拜拜拜。好，那桌边呢，就像你刚看到的一样哈，两部电梯，然后一楼管理室这样子。那我们再回来里面看看哈。哎，那这边跟你提一下哈，我们建商呢现在买房子送你装潢，真的是非常划算。对，所以不知道谢小姐看起来这样子还满意吗？嗯，你可以让我自己一个人看一下吗？哦，当然没有问题啊，来，你慢慢看，那我到门口等你哈。坐西北，向东南，历经水，然后。开门不见照侧镜，这格局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十字压两煞。老师说开头见十字，穿肠穿肚穿心肝啊，容易造成破财灾害。如果我在这边弄一面墙，里面再放一个鱼缸，以水挡煞。夏天出生的五行就是缺水，我怎么那么厉害？如果这里是我家，的数字交给你之前，法利亚，我提醒你，这数字跟人类的记忆一样脆弱。我知道。